这个 BGM 不错听啊。哎，突然出现。
我感觉他好像不怕、啊。Ready?是不是不能集气？啊，试试看。至少目前测试可行。怎么打掉了？打掉他整条。
再来。再来。差一点了、啊，我再被挨一下就趴了。哦，红色，不是绿色，红色分数少一半。看一下，我再去拿个铠甲就好了，刚刚忘记拿铠甲了。
下，这个拿到，蜻蜓也拿到，这个跟这个。又来，往左边，可以让我掉下去。啊！要掉下来了。又掉下来了。Ready？ 好，没有。我又掉下来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我打下来？来来来。
次的 BOSS 是谁？哦，戴纳蒙。艰难。哦，GA 我又上升了。好，那今天晚上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黄金城的频道。啊，大家有对洛克人有兴趣的，欢迎之后的晚上的实况也欢迎来收看。好，那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啊，辛苦大家陪我到这么晚的时间，现在稍作12点。好，那么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